你去哪儿了？去外地出差了，这两天都不回来。嗯，你跟我妈说了吗？这么晚了，你不睡觉啊？你到底去哪儿了？你再这样，我可给你妈妈打电话了。那你呢？你每天都去哪里？我什么去哪儿了？每天都在家干活啊，我都没有离开过小区。确实，你确实没有离开过小区。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我就是有点好奇，道口的烧鸡真的那么好吃吗？真的跟传说中一样香？我那是看你睡午觉，怕打扰到你。没事，我理解。所以，我们能不能就像现在这样，互不打扰？你说好不好？我阿姨，我累了，有点想睡觉。这个点了，你也回去休息吧。晚安。你几点收工？晚点海边见。阿姨早啊。今天做什么好吃的呀？哦，炒了两个素菜，煲个汤。最近天气太热了，我都上火了。要不然，咱们煲一个去火的汤呗。您今天什么时候出去啊？我以后再也不去了。不去了？嗯，不去了。那还挺可惜的。你真不去了？真不去了。哎，可是我今天要去，你能替我保密吗？我觉得吧，隔壁那个大叔人挺好的，看着也挺温和的。你说来大城市打工，好不容易能遇到一个能聊得来的知己，也挺不容易的，不然一个人得多孤单。我妈吧，她呀就是太敏感，有点神经质，我天天被关在家里又无聊，所以呢就出去找了个兼职，教教小朋友画画什么的，就在一个画室。有的时候呢画得太认真了就过点了，回家不就完了吗？所以说
我们两个人呢就要互相体谅，这点小事就不用劳烦我妈了。阿姨你说是吧？让你久等了。今天算正式约会吗？哥哥，买一朵花吗？买一朵吗？姐姐今天穿的这么好看，你不买一朵她会生气的。怎么了？之前在路上遇到一个你的学生。啊，所以呢？他们告诉我，他们的老师很厉害，毕业没多久就到画室教画。他说他们老师今年才20岁。真的吗？为什么要骗我？说过的话就当作没有发生过。这样，真爱降临的第一个预兆，在男人身上是胆怯，在女人身上是大胆。
其实艺术家是情感最为丰富和炙热的一群人。美国画家欧基夫曾经说过一句话，他说我的一生像是活了好几回。其实他从小就有极强的艺术天赋，但是因为体弱多病一再退学而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。直到后来呢，他遇到了他的丈夫阿尔弗雷德。阿尔弗雷德在第一眼看到欧基夫的画时，他就怦然心动，并且不吝惜用最纯粹、最精致、最诚挚去形容他的画。后来呢，两个人相遇，欧基夫就成了阿尔弗雷德的模特，他不分昼夜地去拍摄他，就比如说沉静的脸庞、凹凸的锁骨，还有消瘦的手。这段炙热的恋情同时也激发了欧基夫的创作才华。肖像画，给你送个画框。现在时间那么晚，你可以明天拿过来，或者叫我去拿。没事，我顺路啊。多少钱？不要。我今天穿的这裙子没有兜。要不然你微信转账给我，没办法拉黑吧。小韩，我为我隐瞒的事向你道歉。不过虽然你拒绝了我，但是我觉得你是个好人。想太多了，早点回去吧。那我走。走，送我回家。外面太黑了，危险。那我走。新阶梯啊，等我一下。你最近去哪上工啊？要不要我跟你一起？好朋友就是要互相帮忙嘛，有钱一起挣。我之前不是也有介绍活给你吗？你缺钱？缺啊。你不画画你不知道，画材又贵，消耗量又大，最近我还得新进一批，愁啊。明天我去小洲村帮老人捡的话，挣不到什么钱。那可以啊，我跟你一起，挣到的钱我们一人一半。嗯，都给你。我这个镜子啊，可是专门找画师借的，用完还得还回去。
有镜子才更有仪式感，对吧？镜子好啊，我正好可以看看我的新发型。爷爷，您这发型特别的精神，是吗？对。哎呀，谢谢啊！现在的年轻人呢，就是有爱心。您慢走啊。哎，好，谢谢啊。是啊，萧寒他呀，真是一个有爱心的好人呢。会剪头发，你不也不是专业的吗？我们呢，就顺带看看园艺师傅和画室老师谁的技术更好一点。你要把眼睛闭上吗？是不是贫血？没有。那身体是不是？谢谢。我能在你家洗个澡吗？不行。为什么？浴室太小，不方便。我一个女生这样子淋着雨会生病吗？
萧寒，你家这个浴室也太小了吧？怎么连个挂钩都没有？没有挂钩，你的衣服挂在哪？你不会就放在浴室里吧？那放浴室里衣服会湿的，湿衣服穿了会生病的。生病感冒这是件大事。所以，你能不能在门口给我递一下衣服呀？好人做到底嘛。我洗好了衣服。我换好了。你要去洗澡？嗯。需要我帮你递衣服吗？不用，先去头发了。那你的衣服怎么办呀？你自己出去穿。你就不怕我把衣服拿走吗？然后呢？还有什么？何然，如果我今天轻易答应你，那真正受到伤害的人会是你。我不怕，我喜欢你，我只想和你在一起。希望你只是一时冲动，因为我一旦接受这份心意，我就要对这段感情负责。如果你没真正想清楚，就不要再来找我了。啊，好久不见啊！啊，好久不见。何冉是吧？你叫何冉。嗯。嗯，身体还好吗？很健康。健康就好，希望你以后能一直健康。谢谢。圆圆她还好吗？好久没见她了。啊，嗯，圆圆。
圆圆她走了。不好意思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没事没事，那个，嗨，好多年了，我们其实也想开了。给你，好好，希望你们可以一直健康。好，谢谢谢谢。回来，你一定要照顾好你自己啊，要保重。好。何冉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我还有事。行行行，你先忙啊，再见再见。嗯。何。嘿。哎。对。还真是你，你这穿的啥破衣服啊？我差点都没认出来你。嗯，好巧。哎，什么叫好巧？咱俩这叫缘分，说是不是？嗯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那是谁啊？我一个朋友妈妈，你指人家干嘛？啊，对对对，对不起。啥朋友？我认识，男女的。你来小镇村干嘛呀？我叔在这开了个新的西餐厅啊。你忘了，上次我还想带你去呢。对不起，先生，打扰一下。今天是怎么了？所有人都跟我说对不起。是有人偷了您篮子里的东西。这个小孩刚刚把这个画材装进了自己的背包里，没有到我们的结账处付钱，被监视器及时发现了。哎，我说你个小孩行啊，小小年纪不学好就知道偷东西。我告诉你，我要是你爸，我没有我们什么事，我们就先走了。报警吧，来，我看看还有没有其他赃物。哎，等会儿等警察来再处理。咋了？这个，等一下，画材的钱我出，就当我送给他的，行不行？不是，这不是说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反正就是他的钱我出，给你道个歉，我们回去一定好好教育他，这样你看可以吗？不是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您搞奶叔？你别管。不是，你认识这小孩？不认识啊。那你刚才咋不说？我刚才没想起来，现在想起来，我认识。他谁啊？他我一个亲戚朋友家的小孩。亲戚朋友？嗯。啥朋友？男女？关你什么事？你认识就认识。来算一下多少钱吧。好。哎，叔叔。钱还要不要了？要，要，马上到，马上到啊！哎，好，付过了。这实在不好意思啊，我有个急事儿，我叔放血了，我得赶紧回去，我就先走了，拜拜。给我吧，谢谢。走吧。你是谁？为什么认识我？这幅美猴王是我画的，我不认识你，我只认识画。你是不是认识萧寒？那你喜欢新小丹？